我出本钱俾你哋三兄弟做火锅店，系希望你哋学识咩叫做互相尊敬。不行，这次呢，我要狠狠地给他们一个教训才可以。祈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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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祈
嗨，靓女，你俾只包我，我教你啊。好啊。你要俾哥哥十个包喎、啊。靓仔，哎，要十个包。点解？点解我只沟你都会讲反话？都是那个方伟，好色成性。哎，你就给他一个教训吧。这老头子一爆尿，害我差点走火入魔啊！我千年修行上师不能成仙呐、啊！王千叶，你认得我呐？凡人的烦恼。其实看不透。发桃又来，想不开。你看，就样样样样放不下。我的小朋友，忘不了。我真系好中意呢种感觉凡人的心永远躲不过七情六欲、爱恨情仇啊！小姐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啊！今次我哋能够再相聚，翻地我哋缘分未尽呢。大胆苏江，受死吧！等一下，你为什么要阻碍我去报仇？成仙必须修齐德性，修齐德性。有口德才会有好功德，有好功德才会有好福德。做好品德多，行善，懂得舍得，自然就会有功德。